好啦，我哋点样练呢、這个手抽起动作呢？嗱，都系用核心嘅。我哋第一样嘢咧，你可以墙上边咧揾啲交叉点，系啦，一人揾一个，系啦，踩住嘅，睇住。我哋先做咁样第一下，右左，右左嘅时候，记住我哋升高膝头哥，踩踩落去。好啦，右左，第二步一二嘅时候，手要向下压，一二压实，嗱压实。当你压实个核心，脚踭离地，你只是靠只手，你可以掹得翻自己上嚟。试下先。系啦，诶，污咗钱再睇一次啊！压实先，用手掹上嚟，系 feel 到，嗯 ，feel 到 ，feel 到，用手掹上嚟嘅时候，你应该发现咧系呢度发紧力，一二掹起，系啦 ，OK， 另外啦，跟住啱啱右左嘛，左右掹起，系啦，右左。左右，右左，左右，系啦。OK， 我哋临尾个抱 hop 就系拍压掹起，明唔明白？压掹起，系啦。我哋掹起嘅时候，而家我哋练习，一开始练习你可以用双手掹，然后慢慢你要惯性就系咧左手掹。因为射波就是左手，我哋射波就是左手掹起，然后射嘅，明唔明？所以你要惯咧，一只手都拉得起自己。我哋攞波嘅时候，我哋预计自己右手放篮啊嘛，系咪？我哋唔好咁样攞波，我哋系左下右上，推压左下右上，然后放。系啦，明唔明白？用多啲掌心嗱，记住我哋咧抽嘅时候咧，你当自己入樽，唔系讲真嘅。第一，你个波黐喺你手上面先，我哋压入樽咁，然后放篮，明唔明白？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我哋就系冲埋去，系啦，冲埋去，压入樽咁，然后放，系 good。系嗱，睇一次阿燕姐冇咗抽起嘅动作，记住第一拍压落去，左手抽起，然后放，系啦 ，good， 再嚟多次，诶，唔好污前，嗱，你系咪中向前啊？啱呢下，嗯，记住，我哋系推压抽起个人，再放，系啦，抽起个人。好啦，咁你试下咯。记住临尾我哋咧推到埋去嘅时候，升翻直个人。记住你系飘单床压，然后放，嗯、明唔明白？飘单床压，然后放。嚟试下啦，准备 ，go， 停停停，记住唔好咁样行埋去。记住下盘系向嗰边嘅，然后压之后先翻嚟，压住放，得唔得？嚟 ，go， 系啊，嗱去咗前面啦，个波。压住抽起自己啊，唔系好压住，用手带动到自己。Go， go， 系啦，手带动，诶散咗啦。你一下咧就变咗咧落地，你听到系揼揼噶嘛？嗯，揼揼就系你个力散开咗啦，已经。记住系压落去，抽起个人。记住啊 ，go， 压核心压住，
抽起 good， 用掌心啊 go， 再嚟放嘅时候尽量用掌心控制 go， 捧起嗱，嘣一声啦，但 OK 嘅，不过我硬切长远嚟讲会有受伤嘅机会，再嚟啊，拉系咪谂得好长远啊 ？go， 压 good try， 放上去，再嚟 up up up， 平记住抽起顺势放，抽向上。是其實你夠力咧，你甚至係可以咧偷埋個下手放都得嘅，你做到嘅其實你。Go 試下嚟 ，Go 壓手放，壓 Go 壓住。咁我身咪。係 good。嚇咁我個身要轉。如果咁樣，我哋咁樣帶帶壓右左過去壓下手放。明白，你就咁抽埋佢，系啦 ，go， 系啦，唔好停啊！所以嗱，你冇停嘅，抽埋佢，我哋系压落去，抽过去放，唔好谂住停先，因为当你浮空嗰阵时候，佢已经减慢咗速度了。嗱，都系嘣咗一下，记住咧，跳弹床。你是壓下去，不是跳下去，即是現在都是變咗跳咗下去。記住，我哋是用腳腕啊呢下，然後掹起個人，明唔明白？用腳腕然後掹起個人。跳彈床。頭先你個下邊 second time。腳腕，係 good ball， 再掹起啊！隻手唔係好抽得起啊，過嚟 go。係啊。Hey, good ball！ 嗱，你個力係會順住去嘅，明唔明白？你亦都你其實呢個力量係最強嘅，你都可以慢慢再控制好啲。我哋入埋佢，入埋佢。先啊，睇下。Go！ 上先。係啦。Hey, good ball! Good try, go！ 帶 line line 浮 cross 壓住。Hey, good ball! Out!、good try， 太大声添。Good try， 好啦，這個呢就是我哋铺壳，這個呢会比较容易一摄咗入去咧，你容易放篮啦，亦都可以揀全波。咁就唔好成日咧用单脚上篮，女仔咧好少会用 two foot stop， 即系两脚停嘅，就是因为你女仔我咪讲过系会比较缺乏核心。你缺乏核心咧，你就唔肯停，因为停咗冇得再喐啊。我哋就是要练怎样停，你就会再会令自己的动作再快一点。你记住，你有臂力，你才会更加快。OK。